嗨嗨，大家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我是你们的小峰哥孙永峰。大家好，我是聂琴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志文。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哥仨干个小买卖，解忧杂货铺今天正式开张，祝大家新的一年扬眉吐气，突然暴富。到我了吧，以兔为主，兔年呗，兔兔兔，这不对啊，兔祝大家兔币 number one。 哦，怎么样，真行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呢是小铺的创意担当，宣传总监。我呢是小铺的文艺担当，音乐总监。我呢是小铺的颜值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颜值这块多少差点意思，是不是啊？范说是的，跟我长得都差不多，我看哈。颜值不行哈。那我是小铺的文化。文化也不行， 你是北大毕业的是吧？文化不行的是我还啥玩意行呢？你看你擅长啥呗。对，吃不行哈，挑一个找一个。我是小铺的语言担当。对了，我可是号称中国好舌头。确实是啊。那咱们今天正式开张了，我先给你俩交代一下子啊。那个，停一下，能否说句话？说呗。此情此景，我要。也是你说。不是。我问你个问题。我们这个小店为什么叫解忧杂货铺呢？问得好。你说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它就是解忧杂货铺，它顾名思义呀、它就是解除忧愁。所以咱们的服务宗旨呢，就是舍得自己，娱乐别人。只要别人乐得欢，磨破嘴皮也心甘。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准备好了。音乐，整。眼皮跳跳，好事会来到，放松了心情，世界会向你微笑。左眼皮跳跳，生活有一招，爱在峰回路转，后会给拥抱。等一下啊，那个刚才说哪个眼皮跳来着？左眼皮。左眼皮。妈呀，那我好像跳反了啊！不对了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我看不行，贴张纸呢。不行，不咋对劲儿，等一下啊！出门没拿手机，忘带钥匙和钱包，写个段子，电脑死机，只能重新敲。早上七点被喊起床，听老妈不停的唠叨，对象还没找到。哎，你这都不叫事儿，我比你闹心多了。一年下来，活动延期，演出也取消。音乐是挺难做，可酸菜刚又火了。家庭地位每况愈下，还有漏风的小棉袄，私房钱全部上交。我说，你这纯是凡尔赛呀、是啊，你这有啥闹心的？你这明明是有活干，有钱赚，还有家人在陪伴嘛。是，你讲那玩意一点都不值给。可不嘛。那你来，我来比你强，信不信？来，你来。看好了，啤酒我喝烂醉，啤的白的我都会，工作你别太累，开心快乐最实惠，手机我不欠费，老婆吃饭我来喂，该吃吃
该岁岁，此时健康最珍贵。好，怎么样啊，行吗？哎，嫂子吃饭你还得喂呀。你嫂子这里她感冒，我不得照顾她吗？好男人呢，我不照顾她，她真打我呀。她那打是亲骂是爱吗？哎，不对，我这个眼皮跳跳转移了。左眼皮跳跳，好事会来到，放松了心情，世界会向你微笑。左眼皮跳跳，生活有预兆，爱在峰回路转，后悔给拥抱。早睡早起锻炼身体，生活太美妙，事与意谋并不困难，只要个拥抱。一年到头春节来到，回家车票已经买好，年夜饭千万别喝高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一山高，心态平和，天空晴朗，脸上带着笑。冬天过后春天来到，未来生活终将美好，我是自己的主角。哎呀，此情此景我必须要吟诗一首了。哎呀，平安快乐多少是多，饺子就酒要啥自行车，爱生活没坎坷，前方一路小平坡，我的名字叫峰哥，没事找我把酒喝。真的真的，左眼皮跳跳，好事会来到，放松了心情，世界会向你微笑。左眼皮跳跳，生活有预兆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给你一个拥抱。